我要怎么过？绝望的我，放手一搏。或许无处可躲，坚韧自我，逆天而活。修行路上遇到都是恶魔，那又如何？来自星空的微笑，岂能放过一千个？两瓶可乐就骗了个超强战力下山，赚大了！接下去就只要说服他帮我们叶家参加交流赛就好了。快走吧，天黑前下山的话，我还可以奖励你们几瓶。还真是惨啊，罗豹。是你。兄，好久不见。姐姐，你好慢啊。我好累啊，走不动了。这里距离杭城还有3小时的路程，我就不应该让司机先走的。天都快黑了，只能先找个地方落脚了。哎，姐姐，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呀？我走不动了，找个酒店住一晚再说。这深山老林里竟然有酒店，哎，就200米，太好了，跟我来。祖师，为什么住一晚要找酒店啊？可能他想喝酒吧。就是这里啦。来，是最近没干了，喝是我。对了，你听说了，可不得了啊，可精彩了。怎么感觉都是奇怪的人啊？你好，我们想要住宿。哪个门派的？我们是绝域寺的。绝域寺？没听说过。去去去，去别处看看，我们这边只接待超能门派。没听说过。我们又不是不给钱，凭啥不接待我们？小姑娘，没听懂吗？今天这里我们包场了。包场就包场，你动刀干什么？来这里的人可没有不动刀的，你想要房间的话可以跟我挤挤，要不要考虑啊？这什么时候？顾雷，你是不是忘了我这边的规矩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凯老板，这是个误会，是他们。三位，非常不好意思，我是这儿的老板凯维，刚刚闹了点误会。误会？你说他拿着刀架着我脖子是个误会？真的不好意思，这样吧，我送几位一间豪华客房，费用算我的。这还差不多。阿姨，带他们上去吧。可是老板，他们不是。带上去吧。跟我来吧。等等，我忘说了，我们要的是2间房。只有一间了，还要不要？你什么态度啊？真的要和这俩笨蛋睡一间房吗？你们睡外面，我睡里面，不准进来。师祖，这里好软好舒服。话说楼下那些人气息都不是普通人啊，这么多人聚在这边是为什么？算了，用神石看看吧。搞错方向了，重来。老大，今天那几个人不会有问题吧？那个女人和小孩都是普通人，
至于那个年轻人，那家伙感觉有些实力，希望这家伙的目标和我们不一样吧。老大，那我们按计划的时间出发吗？算了，实则生变，今晚也不休息了，我们连夜出发。目标，及时山出现的星石。星石。修行路上遇到都是恩。